那年第一次离开家飞往悉尼，国外的生活也未曾让我感觉到稀奇，这里夜晚的灯火和家乡的一样透明，带给了我几分不适应以及对未来的憧憬。那班飞机带我穿过了云层，期望变大的我看不断变小的行人，用这句话来概括内心细微的变化，是澳洲的上午但是国内的凌晨。这是十几岁的我，忘了自己是谁，但却丢了对家人的思念。这是十几岁的我，丢了最单纯的自己，却又多了几分欺骗。这是十几岁的我，能承载记忆只有乘坐过的火车，孤立无助的我也只能够去选择躲着，流出的眼泪比体内的血液更加黏固，半小时路程却装满了我七年的全部。好久不见，你过得还好吗？我努力吃了很多，还是没有长高，没能变胖。老爸他是否会想我？我等他电话等了一年，也对，毕竟他那么健忘。他带着过度的叛逆，对一切的悲愤。老爸离开家时说走了弯路，希望我能回正。是这些原因才让我偷偷抹去泪痕。那几年我的烦恼竟然是家人的追问。那时我还没长大，是的我还没长大。奶奶她拨通我的视频，但却不讲话。她说她后悔把我护在她的树荫下。她问是她的溺爱才让我变成这样吗？上奶奶妈妈新的是我挂掉的电话，多少次说要回家但却反复又变卦。21岁那年爸爸不再变得懂事，那年落地东瀛机场，奶奶流泪说你回来了。那些让你要的不会觉得贵，为了让你再次不会觉得贵，我相信那些我讨厌的我都能够学得会。我从未告诉家人被人嘲笑的痛苦，一个人面对厕所镜子发呆的恐怖，跳动的心脏几乎被冻住，差点就让我变成一只冷血的动物。 But I feel alright, but I feel alright.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